是露西，辛德拉。今天我要和辛德拉一起来玩抓石子的游戏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go。辛德拉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抓石子游戏。抓石子游戏？那是什么？印度尼西亚没有这个游戏啊。是的。那么露西给你说明游戏规则。OK。抓石子游戏呢，将五个石子向上抛，然后接住。向上抛接住的游戏，露西展示看看。游戏呢，一共有五个阶段，你跟着我学就好了。好的。第一阶段呢，一个一个接住。哦，简单。简单？简单，我也可以。哟吼，哟吼。简单？确实比想象中更难。嘿，哇。怎么样弄的？可能是运气好吧。哇哇哇哇！好，那我们下面是第二个阶段，这一次要抓住两个石子，两个，然后哇，这样继续两个 ，OK。哦 ，OK。那么第三阶段呢？间隔好像有点远啊。没错，间隔远一点比较不利，但是这三个连成了一条线，我现在来试试。哇哇，这是怎么弄的？这个散开石子的时候要散好才行，这样的话就会有点难了吧。这个也是一种实力啊。哇，好厉害！哦，真的吗？三个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就可以用来抛了。哇、哦，要扔高一点会不会更好？试试看。四个的时候要怎么接住呢？会不会很简单啊？是这样玩的。OK。哦，用这里接住的。赢了第一轮游戏的人，在下一轮游戏中可以选择任意石子的种类，所以一定要赢哦。OK， 好。那么第一轮游戏开始，现在我们开始第一轮游戏，率先取得五分的人胜利。但是怎么获得分数呢？在游戏第五个阶段赢得分数。有第五个阶段啦。第五个阶段呢，这里有两个，接住。哦。然后抓住。抓住。哈哈哈。那么现在这样，露西手里有两个，辛德拉有一个，一个就是两分，一分，率先获得五分的人胜利，知道了吧？嗯。还有，我抓住两个，对吧？那么我可以直接从第二阶段开始。要不说，第五阶段才是最重要的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是最重要的。然后最先获得五分的人就能获得胜利。好，从谁先开始呢？石头剪刀布。哦，辛德拉先挑战。先，第一阶段。第一阶段。哦。拿这个吧。拿这个。哦。哇，这个游戏要集中才行。哦 ，OK。哇，啊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间隔的都太远了。哈哈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露西的技术吧。哦，第一阶段结束。哇，露西为什么这么厉害啊？哇哇、第四阶段失败。哦哦，这个真的是运气。还可以这样吗？好神奇，这个游戏真的要很专注才行。哇、哦、你好像在偷偷妨碍我呢。露西加油啊。哇，两分啊。那我们现在直接从第二阶段开始，这样玩就好了嘛。这样玩的，不要妨碍我啦。哇、哦、如果我这一次抓住了三个，游戏就结束了。没错，真的是哟。啊，辛德拉轮到你了。等一下，露西刚刚的一分算数的吗？算的，抓到的算数、如果不能都抓到，就从第一轮重新开始、如果一个都抓不到，就游戏结束啦。哦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呜呜呜，来，位置不错。哇、哦、好厉害啊，天啊。啊，为什么这么快啊？ Yes， 只要抓住两个以上，游戏就结束了。哇，获得了五分，耶耶！摄影师朋友们，快给我石头选择权。我们现在眼前有三种石子，没错。
我选择这个，辛德拉选一个，我们就使用选中的石子。辛德拉呢？豆子，豆子。辛德拉呢？不管了，就这个了，粉色的。我就知道你会选这个。来，我们现在来打开，一二三，加！什么啊这个？什么啊这是？什么？这个是石子吗？这个不是玩具吗？这个怎么玩啊？哦，哦，这个有点难呢。哦，哦，哦，哇！完美！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我为什么要赢啊？为什么？那么游戏正式开始。同刚刚一样，率先获得五分的人胜利。好啊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又输了。啊，怎么办？哦，这个比刚刚的简单啊，这个好多了。现在还在转，哇，辛德拉好厉害啊！这个一定要成功啊！哇，哇 ，Oh my god！ 第三阶段，哦，第三阶段，这个考验技术了。这个怎么算啊？哦，开始了。哈。哇，游戏本来就很厉害啊。哇，第二阶段，天哪，这什么嘛。哦，啊啊，这个有点难啊，拜托啊。不，哇哇哇哇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不是第三阶段。哦，这个耶。那么露西现在从第二阶段开始哦，好可爱啊！这个也飞得太远了吧？嗨，哇哇哇，这个位置很棒，真的好难啊！哦，成功！哇哦，不行，太远了！啊啊！辛德拉，你这个手法也太作弊了吧！露西，第三阶段。哇，哇，这个位置好棒啊！我要怎么玩呢？这两个和它连在一起就好了。哇，耶！啊，非常轻松，非常轻松。啊！这个抓在一起很难的，因为这个又有阻力。我觉得这个是橡胶，所以很难抓的。到你了，第四阶段。为什么总是这样？这个真的好难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不可能成功的。哦，啊！好难啊！有点难。到了第五阶段，只要抓到一个就获胜了。OK， 好的，露西，你可以做到的。好难啊，丢了一个了。哇 ，yes， 只要我抓住这一个，我就赢了。对了，惩罚是什么？没办法回家，怎么办？开始了啊！第四阶段都玩不到啊！希望这个可以的。啊！哇，抓住了就结束了，可以成功。Yes， 辛德拉，我有一个练习猫，露西怎么办啊？第一阶段，哦，没关系。第二阶段，开始，啊，哦，怎么办？啊，哦，啊，怎么办？啊，哦，哦。终于，第二阶段，天哪！啊，还有一个，啊，继续，没关系，啊，啊，怎么办？还有一个，第四阶段，哦哦，啊，拜托拜托，哇！妈妈，我爱你。
五阶段。拜托拜托，第五阶段要小心，学学露西。我们来。怎么办？嘿，好，怎么办？做不到哦。第五阶段。嘿，哦，三个。哦，三分，我是不是可以结束啦？为什么？十分？不要吧，三分吧。啊。